Very good， 非常非常好，这样子才是算修行的人。谢谢师父。Some of the benefits of a vegetarian diet: lower blood pressure, lower cholesterol levels, reduce type 2 diabetes, prevent stroke conditions, reverse atherosclerosis, reduce heart disease risk 50%, reduce heart surgery risk 80%, prevent many forms of cancer, stronger immune system, increase life expectancy up to 15 years, higher IQ.We serve up to 70% clean water. Save over 70% of the Amazonian rainforest from clearance for animal grazing. A solution for world hunger. Free up 3,433 million hectares of land annually. Free up 760 million tons of grain every year. Half the world's grain supply. Consume two-thirds less fossil fuels than those used for meat production. Reduce pollution from untreated animal waste.Maintain cleaner air. Save 4.5 tons of emissions per U.S. household per year. Stop 80% of global warming. Plus more. 随时自足满足，我们的人能够做什么帮助别人是非常荣幸，对我们自己非常有帮助，修行的那个程度，而且我们那个爱力会发达，嗯。都无限的，然后如果即使不能做帮助别人的话，也不能在那边破坏阻碍那个业障，不可思议的，你们都聪明的人都有懂了，就是要能够找机会帮助别人，就是应该知道是我们菩萨的工作，嗯，看到别人困难就要关心他们，要帮助是对的啊。特别就是那个灵魂的痛苦的困难，他们现在不知道，等那个死亡了以后下地狱才真的痛苦来不及，所以我们看那个众生那个渴望啊，众生比较被骗了，被磨骗了，都要赶快想办法，像这个样子，像那个老师这样子，能帮多少就帮多少，救他们的灵魂啊，来不及了，还有空在那边侦查哈。大家都看他的榜样啊，另外那个老师那个榜样啊，还有别人好的榜样，好榜样我们就注目看，坏的榜样我们看别的地方。是啊，师父，你们去玩的时候要看哪里？是不是看漂亮的那个风景啊？对啊，一样啊，看漂亮的人美德的人啊，恭容云行啊，三重四德 OK 我们看美德，我们不看那个坏德 OK 亲爱的师父您好，今年的农历新年澎湖群岛各地沿岸共有400公吨的鱼群死亡，包括耐寒的甲壳类生物，例如龙虾、螃蟹类，以及在极深的海域里的大型鱼类，澎湖的居民都视为单纯冻死。我对熟识的人说，那不是单纯冻死，可能是全球暖化被海洋中释放出来的甲烷毒死，但是他们都不以为然。请师父开示这种事情的真相，让澎湖居民能够减少吃鱼。谢谢师父。是真的是这样子啊，你讲是对的，这些鱼都死亡为了那个毒气，不是说冻死，为冻死的话好久就冻死了，怎么等现在才冻死哈？而且现在地球又暖化，怎么会冻？也没有够暖化到他们被那个烫死，就是也不会被冻死，就一定为了那个毒气。就连媒体也报道出来说，澎湖那个某某地方那个还有冒那个气出来了，你把那个报道啊送给他们看了啊。还不是澎湖而已，我说过了，好多地方啊，好几个国家都有很多这种死亡的那个海域啊，有一些比整个那个台湾这么大的，有一些海域啊都全部死了，没有任何的那个活生生的众生，都鱼啊杀什么都被杀光了，
好多地方，有一些地方比跟那个纽约这么大的，结实的，靠近美国是这样的，别国家也有，现在就是台湾去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查出来啊，即使有更多的地方呀，真的很担心啊。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我互相啊聊谈这些事情的话，那只有澎湖的人知道而已，整个世界也不会知道啊。所以每个地方，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子，很多那个岛的人啊，要移民到别的国家去，别的岛去，因为他们岛被沉下来，没办法生存。不是说啊，那个海底的那个鱼或是沙那些海里的众生而已，真的太恐怖啊，太可怕了。其实我希望人民啊赶快醒过来就对了，不然我们真的这个灾难不可思议啊。天天啊，你看那个无上师那个电视台你会知道了，270种类的那个华生的众生天天消灭的，不是那边而已，真的我很担心啊。所以我才劝导你们啊，多发传单啊，多写信给政府，拜托政府，拜托媒体，大家都要出来公布帮忙啊，不然我们去不了。不过每次打坐出来就有那种肯定的感觉，觉得也许我们会做得到。We enjoyed your company today for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. Tune in tomorrow for part 4 of Supreme Master Qinghai's discussion, Live Our Lives with Conscience and Love.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Animal World, Our Co-Inhabitants. Up next,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. May divine blessings fill your life with wonder and peace.